主料，茄子一条，辣椒五个，辅料，油，盐，蒜。准备时间，十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，十分钟内。把茄子和辣椒洗净，茄子切成条，然后入进电饭锅中蒸，蒸五分钟左右就行了。锅内放油，把蒸熟的茄子和辣椒放进去，捣碎，加入葱蒜，并加入盐调味，调好味，这道蒸茄子辣椒就成功了。非常的简单，烹饪技巧，茄子一定要蒸软，这样捣碎时才会方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